我们现在来介绍那个这项产品哦，这个是 USB ODG 那个专用的 HUB 线哦，这个是它的包装，然后它可以接那个键盘啊，然后随身碟、滑鼠，还有可以接那个，还可以充电。然后这一个是充那个插那个平板或者是手机的插头，然后这个是这边是充电口，然后这边有三个 USB 的那个插座，可以插键盘啊跟那个滑鼠。然后现在大家看到了哈，就是实际的状况哦。这个是那个充电口的，然后这个是插键盘，可以插那个一般的键盘，然后这个是可以插那个滑鼠，一般的滑鼠。然后它这个位置，这里啊有写哦，就是在它这边有一个开关，可以切换成那个 OTG 的状态，或是充电的状态。如果是在 OTG 状态的话，就是可以插这三个插任何的设备都可以使用。啊，如果是在 Charge 就是充电状态的话，从这边插充电器的插头进去，然后就可以对那个平板开始充电。然后我们现在以那个本公司的商品啊，那个平板电脑来做测试，来做实测。然后你现在看这边都是插那个 OTG 线哦，然后可以接这么多东西。然后我现在把它切换到那个充电状态，把它翻过来。然后过了几秒钟之后，你可以注意看，它这边就会变成那个充电状态。然后我们现在再把它切换回那个 OTG 状态。然后现在就是在 OTG 的状态哦。在奥地状状态的时候，就看到这个就是滑鼠，滑鼠就可以用了。然后你可以再用一般的键盘哦打字。安全。然后你现在看到这个软体的话是那个微软的 Word。你可以就是说，透过这个 OTG 线，就是透过这个 OTG 线的话，就可以装滑鼠，然后随便你要打，用键盘都可以打字哦，甚至于要你要装摇杆也可以，啊，非常方便。那我们这个是用那个微软的 Word 来做测试，哦，这就是那个测试的状态。如果需要打英文字。哦，可以随便打，很方便啊。好，介绍到这边。